北斗卫星在天上很亮，来，我问一下韩冰，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啊，中国在轨的卫星目前数量超过了900颗，服务遍及通信啊、导航、遥感等领域，全球第二，很多导航地图的供应商都切换为北斗模式了。那目前它的日均使用次数非常惊人啊，6000多亿次，仅次于 GPS。那最近一个最新消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哦，曾经有次全部瘫痪，24颗全部失联，时间长达将近上百个小时，但北斗卫星逃过一劫。这个韩冰讲一下这个北斗的力量哦，我们看到这个北斗有美国系统，有这个欧洲系统等等，那中国建制了自己的系统，那它的颗数其实蛮多的，当然目前为止还比不上 GPS， 但是应用范围很广嘛，比方说军事啊各方面，嗯。其实当初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去建这个北斗，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不可能一直依赖 GPS。你依赖 GPS， 那一旦中美如果发生冲突，那美国把这些讯号全断了，请问一下你怎么办？你就完全就完蛋。你看这次俄罗斯就是因为他的 GLONASS 系统不够健全，所以在俄乌战场上面，他就很难去掌握很精密的这些定位，然后很难去掌握这些乌克兰的这些军事的运动方向。反而是乌克兰透过星链去掌握到很多资讯，反而俄罗斯就反而比较先进的俄罗斯反而被乌克兰压着打在某一些战场上面，所以这个卫星的重要当然是不言可喻。那中国大陆当然它不是单纯从军事着眼，它有商业上面的用途，实际上它的精度就是以一般商业用途来讲，它精度是超过 GPS，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当然越来越多人愿意使用它。实际上我们自己因为台湾用的是 GPS 嘛。GPS 有的时候那个定位真的是天差地远，不知道定到哪里去，因为都不知道跑。我常常我人明明都已经在车上，那个 GPS 还不知道在哪里，就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延迟的这么厉害，我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难怪现在后来越来越多人要用这个北斗的，因为它真的还蛮好用的，而且它未来能够传输的东西是比 GPS。更多很多的，因为它比较后建制嘛，所以它的整个这些运算能力啊，都比 GPS 强很多。那美国现在如果想要重新再把 GPS 提升效能这些东西，美国现在没有这些经费，嗯，这是它麻烦的地方。所以美国的希望是寄托在星链系统，那就已经它的 GPS 要再提升，恐怕是有困难。那在欧洲呢，本来欧洲对这个 Galileo 这个系统也是寄予厚望。他号称他的精度甚至可以比肩北斗，甚至超过。然后他们也之前先发了，大概陆陆续发了28颗。但是这个欧洲这个系统有一个问题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出现故障。哎，为什么啊？好奇怪。他每次找了个半天，都会告诉你说，因为地面的精密计时装置让他突然之间出现故障，让他不同步，所以不同步之后就出现 bug， 他们就暂时没有办法联系上。然后。隔了几天，他有一次长达6天没有办法联系，然后后来又有一次6个小时，那这次又100小时，他就每隔一几年一两年两三年就会出现一次这种状况。那如此不稳定的系统，那当然会让大家对他信心打上很大的折扣。本来欧洲这个系统也是雄心勃勃，哎，就是我这个系统只要一建构，至少欧洲地区大家都用这个，那个随随便便都是以100亿美元计的这样利润啊。结果现在就是因为它的不稳定。反而大家觉得用他的东西有点怕，还是用别人的好。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现代科技就是这样。过去你很多观念都认为欧美才是最先进，可是现在你慢慢发觉，不管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很多东西其实慢慢都被东方追上。那甚至在稳定性方面，有的时候他们还不见得比东方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要经过长期的努力，然后你资金啊这些东西不断的去投入下去，你才能够达到今天的成果。光是你投这900颗这个卫星，北斗的卫星，你就要花多少钱？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国家的资源的话，你根本一般商业没有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它慢慢耕耘，到现在终于初步开花结果，可是还不够。只要讲中国大陆现在也在研究类似星链的这样的东西，但那个一打就要几千上万颗这样，那个所以那又是另外一个考量的问题。对。
但像这种需要特大资金的这种大陆的举国体制，都会展现了很快的一个优势啊。实际上就来讲这个印度好了，这个印度大家知道它的内部情势也非常的复杂啊。那过去我们常讨论的是中印边境的一些问题，但这个倒不是。7月15号就在这个这几天晚上，印军啊在这个克什米尔这边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突然遭到武装分子的突袭，然后3名印度军人死亡，还有1名印度军官遭到斩首。哎，莫迪紧急增兵哦，这个他的内部这些武装分子，我最近的动态如何？是有什么特别的冲突吗？对，帅将军，我想这个东西冲突已经由来已久了啦，3不5时就来讲，而且这个武装袭击分子也不可能是一般老百姓了，谁跑到那个山顶上去搞这个名堂了？对，绝对不是军，不是一般百姓。嗯，那军队嘛，我不是讲吗？很多灰色手段，灰色手段。我不具名，我不穿制服，我来搞你。那因为偷袭的都是有备而来，对，算准你的巡逻时间，你出没的地点，那你有几杆枪，我又怎么样弄你？所以出击的人容易占便宜，所以印军死亡伤亡比较严重。因为这个东西也是，我跟你讲，军人呢、啊、是这样子，两边对峙的时候。那个怨气越累越深的，对，我说我不好意思穿着军服出去，这个动作是感觉上是有仇恨的啊。当然嘛，你想想看，哎，我在中国在内陆当兵，日子过得蛮比较好嘛。那个地方叫做苦寒之地，现在这个夏天都还是很冷啊，到了冬天呢根本不是人受的，在雪地里爬上爬下，那个巡逻路线又不是。阳关大道，有的时候都是要大家手牵手、绳子拉的这样走，不是脚趾头冻伤，就是耳朵冻掉。所以那种气候环境下，续编久了就会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轮调。那中间可能前面打了架、积了怨的，都怀恨在心里有啊。你伤了我的兄弟，伤了我的哥们，下次我就狠狠的再找回来啊。所以这个问题。媒体上都讲了什么武装分子，我讲哪有什么武装分子，就是军人，我告诉你，对不对？啊，我不方便穿着这个军服明目张胆的去打，引起两国战争，我就化妆一下吧。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